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，这回继续打三 v 三，看一下这把我用什么，有射手了。刚才有一把他们出张良是吧？我也出张良，气死人了啊！张良，我也带张良。哎呀，张良的装没改。等一下，直接在里面改就好了啊！张良控死了，刚才打一把对方张良，还有钟无艳，还有个刘备，三个加起来无敌掉了，我操，被控到死了。这把我也用张良，看一下能不能控死他们。哟呵。这边两个居然还有情侣啊，飞太狼、喜羊羊，喜羊羊和飞太狼是恋人，搞事情啊！那红太狼怎么办？美羊羊怎么办啊？美羊羊和喜羊羊也没啥关系吧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预知到即将降临的风暴，无人能置身事外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！你们上，我这回要小心啊，小心他们突然冲过来，去打他们家的。为什么人和人的头脑结构会有这么大差异？哎呀，韩信打得那么快啊，一下子就把那个色狼给色狼打死了。控死你们啊！哎呦，好痛好痛！如果世上还有什么我不懂的学问，那就是女孩子。不追了，跑掉了。你说这马可我都换了那么久了，他还要冲过去撞，是不是傻？脑子坏掉了吧？发起进攻！预知到即将降临的风暴，无人能置身事外。有困难的打起来就是爽。等我四级来控死你啊！四级的控更难，更令人难受啊！买双鞋，赶紧把这个鞋子吃了，走快点！预知到即将降临的风暴，无人能置身事外。没有分。这种钱算，暂时放弃，有孙悟空，等下一波机会。他居然在打主宰暴君！我操，韩信这么猛啊！一串串二，还带拿着一个带拿走一个主宰暴君啊！你大哥这么快开大干啥？好看啊！我本来是想抱着别的，怎么抱住他了？小兵快没了。
是要打人家6-0。疼死他了，这韩信好猛，对完了韩信人跑到我们后排去了，什么意思？家都不要了。强攻啊，对方韩信死哪里去了？9-0啊，对方是痛哭无泪呀、啊，欲哭无泪呀、啊。带上苍兰真好啊，3-0，我们每个都有一个人头啊。韩信就溜一些，寻恶啊，寻恶的韩信不寻啊，不错。那我们先玩到这吧，下次再来。